谢谢大家让我过了今天，还是凤山区的高雄市议员，可以继续为大家服务2年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，更加努力，不会让凤山的乡亲失望。谢谢。同意票189，不同意票192。目前5:40，现在统计同意数同意票39941，39941，不同意票46971，46971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。先要谢谢我们，不管是在场各位，还有所有在家里看开票的凤山的乡亲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。谢谢大家让我过了今天，还是凤山区的高雄市议员，可以继续为大家服务2年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，更加努力，不会让凤山的乡亲失望。谢谢。在这边也要特别跟现场的高敏玲议员加油，希望大家接下来一定。在敏玲议员的选区，大家也要用行动来给他支持。我们不会让这个仇恨继续的蔓延下去。凤山守住了，高山也要守住。敏玲加油！如果台湾的社会像这样子，啊，再去挑一区一区，用意识形态去挑拨，啊，或者是蓝色的选区找绿色的议员来罢免。绿色的选区找蓝色的议员来罢免，那其实并不是很困难的事，但是这样子下去好吗？难道台湾的社会要这样一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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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制造这样子的动乱吗？我们希望说全国的好朋友，大家一定要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这一种罢免的游戏，不要再扰乱台湾的社会，我们希望说让台湾社会回归正常。